我自細都被好多人問就係、是：喂，你咁高大係咪中意啲好的色嘅女仔？一五幾咁樣。即係你呢啲？係咯。唔關事啊！你呢啲係咩高度嘅男仔都中意噶嘛？哎呀！哎呀！我開始中意你。OK。如果你係呢一種嘅多重性格、emo 底嘅話，有啲時候面對公眾嘅壓力，大家啲網友嘅留言壓力，會唔會好容易受唔住爆煲？即係有時出街嘅時候，有人認得我啦，佢就話啊，我中意你啊咁樣。跟住我翻屋企，我夜晚我真係會喊嘅。我而家我想喊咯，好驚人哋中意我，而我襯唔起佢呢一份中意。Hi， 我係艾力啊。今日係份 Night Stage 約嘅呢一個女嘉賓咧，其實我身邊唔同嘅男人咧都有同佢拍過嘢，兼且都有推薦過我拍佢嘅，即係例如霍哥有同佢拍過啦 ，Kula 有同佢拍過啦。咁佢每次一出片嘅時候，我都有睇到，喂，真係好靚女喎！呢個女仔係嗰啲五官非常標緻嗰種靚女嚟嘅。咁但係其實我一直都未約過佢，係咪有啲咩原因呢？點解呢？今日我就約佢出嚟。今日的女嘉賓咧就係、是、咁樣咯，你好像不係太見到佢咁樣咯。我同佢之間差距就係爭咁少。乜嘢啫？矮得著你啊？未見過人矮得咁靚嘅。OK 嘅 ，OK 嘅，靚咪得咯，係咪啊？靚咪得咯，我哋用呢個鏡頭啫，唔要部 iPhone。喲，係今日我嘅女嘉賓啊。係。係 Crystal。係 Crystal。我哋今日全程都可以用呢一個差距嚟講嘢。咁樣嘅話咧，就會好將我哋距離拉得好近、好近、好近可以。其實我咁樣企嘅話，就斬咗個頭咯。係喎。我見到你 IG 上面咧，你有寫咗自己嘅身高嘅。係啊。咁但係今日咧，專登準備把尺。我就喺度諗點解要攞，要我攞呢把尺出嚟？我就搭車嘅時候，我去到一半，我就喺度諗，一定有啲古怪。我會俾翻個 credit 你嘅，呢啲咁嘅衰嘢係 Q 啦諗嘅。佢叫我條片一開始嘅時候，你幫 Crystal 度高啊，不如嗱。你踩住佢，你踩住佢，系，跟住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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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正唔正準咧？喂，真係一五三啊！真係一五三啊！我係第一次喺鏡頭前面度身高。但你今日仲著咗鞋嘅喎，即係你冇一五三嘅喎。嚇！好啦，到你幫我度啦。好 ，OK OK。我好耐冇度過高啦。應該係一千啊。他不会够高帮我度到高的。OK OK OK， 加油啊！一吓一一九，你屈呢个位置是啱啱一九三嘅。哦，哇，好高啊，真系。总结今天这个是一个相距40cm 的约会，没错。今天我们的距离就是这样，一定没有身体接触的。究竟我们这个身高差拍不拍到 vlog 嘅咧？辛苦你咯！字幕咧先有 Crystal 嘅样子，系啊，所以其实呢一个亦都系我一直唔够胆拍一啲身高差好大嘅女仔。咁点解你咁勇敢？你好靓，多谢多谢，我系超惊同人哋拍片，系我系超矮啦，你都知啦，我都知系，我系92% 嘅矮人嚟。喂，系连霍哥同我拍嘢，佢都好紧张噶。好啊，今日女嘉宾就系 Crystal 啊。你緊唔緊張啊？可以緊張到霍哥都緊張，我就覺得哇！我都唔可以隨便一 roll 機就交啲嘢噶，所以本身係 I 人嚟嘅 E 人嚟。係啊，我哋 I 人嚟㗎。好 I 㗎我，你有幾可會見到我喺啲成大班人啲社交場合出現好少㗎我。是我係好驚㗎，我係會。平時霍哥啲咩揸機㗎？高啲。你霍哥咁樣？咁樣咯，我哋咁樣影啊，好嘛？係係係咁樣揸。係咁樣揸幾舒服，好似應該係。關於身高差呢樣嘢咧，對於你有冇造成過任何嘅障礙呢？我之前係跳舞啊嘛，即係做過一兩年嘅 dancer。係。咁 dancer 咧就需要好高啦，係瘦啦，好靚。係。咁所以我咪少咗好多機會。我話俾你知，我調翻轉啦。我做好多主持工作噶嘛，主持工作好多時候就要傍住啲 artist 啦。咁好多 artist 咧都唔會有我呢咁怪嘅高度噶嘛。咁所以咧，我試過因為我呢個高度而冇咗好多主持嘅工作咯。反而是咁樣啊！係啊，即如果人哋堂堂天王巨星企埋你隔離，變咗個侏儒咁，邊個想啊？哦，原來係咁。係啊，咁總有啲星會介意噶嘛。咁我啱做主持咯。你好啱啊！身高。你好啱啊！令到啲本身唔高嘅都變巨星啊！
啦，想食咩啊？提感。我出去帮你执杯水先。唔该晒。OK。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一开水龙头已经有气的苏打水的呢？其实这些这么正的特饮不需要出街喝的，你在家一开个水龙头就可以自己冲的了。其实如果熟悉嘉品的你应该都会听过 Kooka 这个荷兰的滚水水龙头品牌的了。在家里面基本上已经替代了你不需要再买一部即刻斟水喝的水机，也都不需要有热水煲去煲水的了。其实这个水龙头要用很方便的，如果你出滚水直达100度的话，按两下开，而家你见唔见即刻出现啦？呢、這个咧我唔敢伸手埋去啦，已经系100度嘅滚水噶啦。你中意系即刻饮热水啦，去冲茶啦，系乜都得噶啦。跟住如果想闩翻咧，马上就即刻闩到噶啦。咁如果你话喂唔系要热水，冻水得唔得咧？其实要冻嘅蒸馏水，好简单 ，hold 住咁样。而家出嚟嘅咧，就已經係一個凍水，係蒸馏水，可以馬上即刻斟、即刻飲噶啦。咁但如果你話沖特飲嘅話咧，仲快手啊！試俾你睇啊！呢啲已經係有氣嘅蘇打水嚟噶啦。唔好滿，唔好滿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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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算啦。如果放在家里面的话，通常就会放在这个星盘下面的位置，就足够安放不同的设备了。来到了 Kooka 的陈列室，其实呢上来都挺方便的，因为在黄竹坑站，其实在 A1 出口，刚才我是走过来这里是大约5分钟到时间就已经上到来了。很多款不同他们的水龙头全部是有 display 在这里，给你可以即刻试用的，即如果你不懂的未用过的，好像我这样不要紧，给你试咯。你真的不懂掂的，怕用坏的，找职员出来帮你手咯。而家11月份咧，仲有一個嘅優惠嘅，咁大家知道呢個雙十一優惠係點咧？喺翻下面，我簡單寫咗出嚟噶啦，詳細資料 click 翻入去網站裡面睇翻就 OK 噶啦。輸錢斟杯水咁耐嘅，搞咩啊你？約咗第二條啦？好飲啲嘅，飲下。有冇毒噶？咁睇我嘅。你有冇试过喺感情关系上面陷于呢个身高差嘅烦恼？高攀一个人或者系被高攀？我有试过系之前有一个 ex 系佢妈咪觉得算唔算系高攀咧？因为佢妈咧系中意一啲喺中意一啲女仔喺屋企煮饭凑小朋友，贤良淑德嘅系啦，系。但系嗰阵时佢见到我，佢就觉得啊，你又着裙，又着短裙。系，跟住又中意化妆，咁佢就唔中意我咁样。即系佢中意啲唔靓嘅，系啦，佢就觉得你就应该系屋企。妖艳，系啊，你呢个妖艳，系咯，佢就觉得我好似贪佢个仔嘅钱，但系其实，但系其实我哋两个好穷啊，即系佢系翻38蚊一个钟嘅 part time， 我系翻45。咁佢身家系好丰厚嘅。唔系喎，唔系喎。咁佢点样定义就系佢个仔有好多嘅财富俾你去贪？唔知，总之佢就系好唔中意我咯。我个 friend 系有类似咁嘅经验。哦。咁佢老婆嘅阿妈咧就好唔中意佢嘅。啊。Since day one 开始。啊哈。就 exactly 我谂系你点嘅关系嘅倒转咯，就觉得你照顾唔到我个女。哦。又或者佢觉得佢个女唔应该系嫁俾呢一种 level 嘅男仔。因為個男仔冇錢，其實有錢冇錢睇你點定義啦。我眼中，我覺得個 friend 其實好有錢噶啦，即係佢喺香港地月入都80,000蚊，咁都算係都幾唔錯啊，係咪？可能個女方本身自己係覺得完全冇問題，係好多時呢啲就係，所以就係話係身邊人覺得啦，係咯係咯。所以你諗下嗰種 close 嘅關係，即係同嗰個外母嘅 close 嘅關係，係要幾經常見住。但是由他们拍拖开始到现在结婚这段关系，我想他们经营了10年之后。哇，即是这10年到现在都还在忍着这个外母。你如果两个人 的身份或者他收入啊各样东西的定位摆在个社会道德把尺是不同到这样呢，
佢哋兩個自己要真係個愛要好愛咯。係啊。你覺得如果你真係咁樣，你會唔會好容易被影響到啊？身邊人講嘅説話？唔會，因為我之前有一個男朋友係有肚腩，咁佢又成日都好自卑，我就覺得你又成日減肥，即係我成日減肥，佢自己好肥。即係我身邊嘅人都會話嚇，點解你會中意佢嘅咁樣？咁但係嗰陣時我中意佢嘅時候，喺我嘅眼中，我係覺得唔係啊，好得意啊，佢都係。咁如果你覺得兩個人一齊咧，如果你哋嘈啦，你會唔會聽身邊嘅朋友講？因為我成日覺得旁人你永遠唔知道曬所有嘢噶嘛。嗯，係啊。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兩個人嘈咧，即譬如你男朋友、女朋友啦，咁我就即如果同人哋講咧，我就一定同我啲朋友講，你就一定同你嗰啲朋友講，咁你啲朋友一定係。站在你那邊，我的朋友一定是站在我邊。是啊，是啊，是啊。然後我說出去的時候，我是一定不說是對我有，怎麼說呢？有利一點的。是啦，是啊。然後你是一定不說對你有利一點的。其實大家聽完說完之後，都解決不到這件事。是啊，所以任何事情，你說就算有任何不開心的事都好，我是單從你單方面的證供，我是不會相信整件事的。是啦。你一定說的版本是你好啲噶嘛？你一定是被害者嗰個嚟噶嘛？其實我好奇，如果你真的現實中拍拖，你接唔接受到男仔高過你咁多？我咁矮，唔敢要求人哋幾高噶嘛？我自己調翻轉，其實我係唔係太接受到個女仔矮我咁多嘅？喂呀！除非好靚，即係好似我咁。係。如果我喺條街上面啦，情到濃時嘅時候啊。想吃一啖啫，唔求啲咩，想吃一啖啫。即系你想我踎低定系我抱起你啊？唔系，咁你咁大只，你咪咁样咯，咁样，即系咁样坐起。而家即刻嚟一次试下啊嘛！即系你想幻想心美小儿佢哋系 couple。我自细都俾好多人问就系、是，喂你咁高，但系咪中意啲好逼色嘅女仔？一五几咁样。即系你呢啲？系咯。唔关事啊，你呢啲系咩高度嘅男仔都中意噶嘛？哎呀！哎呀！而家開始我喜歡你。OK。OK。你覺得自己是不是一個多重性格的人呢？都是的，雙重人格咯。在你的 real 上，我已經覺得哇，這條女喪的喎。啊，係啊。咁我諗做觀眾第一個諗法就是覺得，喂，咁呢條女應該真實的個性上都是很大癲大肺啊，好玩得啊，係啊，出嚟講嘢就好爆啊。其實很多人睇我 IG， 佢都話啊，你一定很E啦，E爆咁樣。但其實我是超級愛的，E無都啱嘅。基本上就夜晚喺屋企都會諗好多嘢，係瞓唔著。尤其做呢一行好多時候團體工作嚟噶嘛，係團體工作就焗住你要同人相處啦。係咁，所以當你自己一個人唔係做嘢嘅時候，就會好想靜。係，我可以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十幾日我都唔出街。即係你嗰啲流落荒島係唔會死嘅，唔會悶死嘅。你係我以前最初咧，我係覺得呢一種個性係咪適合做呢一行？但後來我又覺得其實 not bad。 但我一開始我都有想過這個問題，我覺得那大家即身邊做這一行的人都是E人，大家都很懂得說話，大家都很懂得怎樣跟別人溝通，但我呢我就不太懂得跟別人說話，然後我就會很懷疑，即很質疑自己，究竟適不適合做這一行，然後我又不太懂得很多人，因為我入了行年紀未到兩年，然後但是後面我就即現在我就覺得其實反而我這個性格是多了時間讓我想我自己的東西就反而是都不錯。如果你是這種的多重性格，E無底的話，有些時候面對公眾的壓力，大家的網友的留言壓力會不會很容易受不住爆煲？有用我就會聽，沒有的我就很快過，但我都會不開心的。但我都有一段時間是很不開心，可能我未適應到這個工作，即有時出街的時候有人認得我啦，係，跟住佢就頭先我哋就講呢個問題，佢就話啊，我好中意你啊咁樣，跟住我翻屋企我就我夜晚我真的會喊嘅，
我而家我想喊咯，好惊人哋中意我，而我衬唔起佢呢一份中意，即系我觉得自己好多嘢都唔叻。傻啊！呢个又谂多咗，我觉得又中意一个人，首先系冇原因嘅，可以，我可以觉得你靓，我可以觉得你搞笑，我可以因为你觉得又搞笑又靓，成件事 combine 埋一齐。正喎，我中意佢。係嘅。但係我就會諗好多嘢咯，我就覺得啊，咁我好似未夠叻喎，我應該係點樣做呢？我點樣做先可以叻到我覺得我配得上你呢一份喜歡呢？我就成日諗呢啲嘢咯，諗好多。就係令自己叻啲咯，真係唔好太嚇。係，我自己諗太多。係啊，首先我覺得本身冇人係會喺一個。完美的狀態之下去被人喜歡的，是是個個都有些缺點的，一定的，那他喜歡你都不是喜歡你全部，可能喜歡我漂亮就夠了啦。呢、這個距離拍 frog， 亦都係我第一次，非常好。但係其實我聽唔到你講嘢喎。唔緊要啊，你而家講我壞話，我聽唔到㗎。嘈。但係收音收到咯，我剪片嘅時候會完全知道你講我咩咯。其實我睇唔到個網，我而家喺你嘅邊個位啊？你喺我心裡面。喂呀！喂呀！做咩招架唔住啊？喂呀！你受唔住呢啲嘅咩？唔係，我係好不耐煩。啊，頂你啊！